2023年3月30日，中国国民党发得到我相关单位在此提前恭祝金额政权圣诞春秋，祈求新的。台市长是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彼此会同心协力，共同努力啊！大家支持，让国民党2020能够重新执政。李嘉芬说过，害韩国瑜的都是国民党自己人，这个你怎么看？嘉芬的讲法可能，我想有一些他的依据的，但是我们毕竟我跟台市长现在的心情都是我们。希望国民党这些风风雨雨啊都过去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啊。最重要，台湾要走出困境，那大家对于民众最关心的就是经济议题。韩市长现在全力的拼经济，国民党也一样，我们就是要给民众有一个愿景，一个好日子。他未来他主席说不排除征召韩国瑜啊。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相关的具体的做法。朱市长，基本上我们优秀的党员。参选呢，我们都支持。一旦提名人出现以后，我们也会全力的支持。